找他很多次啊，终于学聪明了，爬到树后面了，打不到了，算了，直接过去忙吧。看到了就在下面，一梭子直接击倒。这最后一个不会是个小姐姐吧？怎么感觉愣头愣脑的？你别害怕呀，过来过来，哥哥跟你好好聊聊。你好骚啊！姐，嘿，到石头后面去了，我懒得过去扶他，给他丢个雷吧，没有乐子。雷响，人没，舒服。此时此刻，楼上有个人啊，应该就在前面房间里，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具体位置。听到没？他开枪了，直接忙过去。进去转了一圈，没人呀。哦，我懂了，小子应该在外面。OK， 咱们翻下去，直接。我的台好极了。啊、我是巨鱼侠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猜我这把吃鸡了没？